分别是小题陈立安、于亚涵、徐亚轩，中题戴志深，大题杨玉芝、王新宇，贝斯陈伯嘉、陈伯豪这八位武林高手近日汇集于公学社，将展现出他们一身好功夫，并且由年轻帅气的蔡邕老师亲自伴奏。第一首舒伯特《鳟鱼五重奏》第四乐章。这首《鳟鱼》的原型是一首诗，作者是德国18世纪的诗人舒巴尔特。他因为政治因素遭到当局囚禁长达10年之久，在牢狱中，他为了表达对于自由的渴望，于是描写了一条鳟鱼，原本在小溪中悠然自得地游动，后来被渔夫设计捕捉，借此表达出自己被囚禁的心情。后来由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改编成五重奏。第二首《鬼灭之刃》游播篇主题曲《残响散歌》，编曲蔡邕老师。《残响散歌》为《鬼灭之刃》游播篇的片头曲，该曲节奏明快，且融合了铜管乐器和钢琴元素，其构思来自于游播篇的舞台，入夜后的极乐诱惑，以及喜欢华丽的紧随天元一绝，一定能让你感受到隐藏在华美世界背后的爱恨情仇。请热烈掌声欢迎，期待他们的演出。两只蝴蝶。